Hey, I heard you got a new best friend. Yeah, it hurts a bit, I won't pretend that it doesn't matter that you're with someone else. In a way, that'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If I'm unable to make you happy, then it's for the better that you are not. That's why I wrote you a letter, 'cause you see, I write so much better than I speak. And I need to tell you, you were my best friend till the end. I hope I'll be happy without you, but right now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t's hard to get over, you chose someone else, a new best friend. Feel like it was long ago. We were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thought it lasts forever, but somehow we got lost. Looking back, I didn't realize what was wrong with me. I can't deny I took you for granted.3-4周开始啊，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会非常非常的不消化，怪不得很多朋友都说是死亡恐怖孕晚期，我现在才慢慢的进入那种实感，太可怕了。下午杰蜜姐姐她们要来我们家做客，在家里啊正好除了肉以外，什么水果沙拉呀，包括零食简餐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呢今天正好是准备去超市啊去买点食材回来，顺便也给我的小零食仓库补个仓，因为我的麦片也吃完了，这个胶囊的霜也快被我用完了。因为今天啊除了去超市以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外出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的话我就不打算化全妆出门了，打算快速的去撸一个那种比较显气色的便装出门吧。然后防晒的话是一定要的，你哪怕待在家里面不出门啊，你白天还是要勤涂防晒，因为它不仅仅是能给你的皮肤去树立起一个保护的屏障，它还能很好的去防止你的光老化，不然你皮肤的一个老化松弛的速度其实会变快。那我今天的话用的是这个花西子的一个防晒，这款防晒之前大家应该看我介绍过，这款防晒的话它其实还能当妆前用，稍微的遮一下我的黑眼圈。自从进入了孕晚期以后，我感觉我真的是没有一天不在做梦，我睡前只要是想啥我晚上必梦到做啥。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改物流仓库嘛，所以好多库存临时放在我家，就我自己人肉去发货。哇，那段时间晚上就是在数库存，数来数去数不明白，然后又很累，就感觉就整个睡梦中啊用到脑子和你在消耗你精力的那种事情还是很多，虽然是睡得很沉，你就醒过来就会感觉还是很累。孕晚期的一个身体状况啊真的是能够让你每天都很印象深刻。还是用的 3C 的这一款液体的一个眼影，其实稍微的就是给自己的眼皮上面加一层打底而已，然后用它来解决一下肌线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防晒那没有什么肌线的问题，所以稍微这样打一下就行了。里面吸的一个腮红膏，可能是因为痘泥就是又长大了，然后它整个人就整个头就一直在往下压，腰开始啊就是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的腿也开始肿，肿得很难受，你得都是在充血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充血的状态吧，你如果不穿加压袜，你感觉你的腿要炸开来了，
就我现在每天晚上的感觉就是肚子胀气胀的要炸开来了，然后腿肿的快炸开来了，就是感觉我的浑身上下都要炸开来了。我用的是香奈儿的这个水光高光皂，稍微点一下，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变妆，要让你的这个水光感元气感都变得很足。然后最后就是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款3C的一个雾面感水光感的一个唇釉。我们什么时候走啊？现在呀。走吗？走。我好了。好了，走吧。파케트빼도왔지갔다와서하자어때好，走吧走吧，走就走。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出门妆啊，是不是就显得整个的气色没有那么差？我打算到时候就这样子的一套简简单单的出门妆的装备，我也会带到我的月子中心去，因为月子中心的时候会有几次能够放你出去的时候，打算就带一点点简简单单的这种装备进去。走不走？走，我好了。这个阿巴斯塔金也已经 OK 了，辛苦拿到了，没上台。你三步都短，巴拉四面扫难舔摸，你好了呀，我好了呀。离我刚刚化完妆已经过去了30分钟了，我们还没有出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快走吧呀！走呀！哇，오늘날씨진짜좋다。그러게구름이되게이쁘다。와이거봐。대박이야。이제가을인가？배부르면서배고픈거무슨느낌인지알아？배랑위랑다가스차고소화가안되는데배가고파。그건너무불쾌한데。근데먹으면토할것같아。먹어야되나말아야되나？나지금되게더블치즈햄버거먹고싶어 근데그거알아나어제자기전에너무배가고파서우유를그엄청남는거한한입두입밖에없잖아먹었는데그우유가내식도에서안내려가더라어진짜여기여기에있었어그러면은허리숙이면바로나오는거야나오는트름하잖아 그애기들토하는것처럼쭉아니면앞으로쭉나오는그러니까네이게이런느낌이쭉갈거래애기가완전히그골반쪽으로내려와야이게위에그여유가좀생긴대근데골반으로내려오면장에여유가안생기는거아니야그치그리고골반은엄청아파그리고다리도엄청무거워근데그거알아배에가스이빨이차일때얘가움직이면대박이야 터질것같아 말로만들었는데너무빡세다 我们今天要买什么呢？要买酒啊？啊？家里有好多的酒啊！真的吗？对啊。那么要买酒，还要酒。레시피표고버섯스네애플망고봐봐망고
아 향이 너무 좋지 않아? 습 엄청 힐링된 느낌이지? 습 오 좋네 귀여워 摩登巴赫的这一款香薰啊，前两天我还把它放在玄关那一边，然后今天的话，因为等一会儿客人要来，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了客厅这里。今天客人来的话，他们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味道。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今天去买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冷冻的西瓜汁，一个 한병해도에서먹어볼까？哦，这一个？嗯。哦。好吗？ 这个是我补囤了的一个 granola， 哇，这一款啊真的是被我吃空了，我都准备后面放在空瓶器里面跟大家说。不过等一会儿有机会的话，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这种 granola 的一个补偿，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几款真的非常爱吃的一个麦片，各种猪饭必备，香蕉巨便宜，20块钱有1、2、3、4、5、6、7、8个。 打算把它冻起来慢慢吃，哎，我把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今天朋友来直接能吃到的东西。葱丝这边是一个三了，它这个还挺好的，是真空包装的。今天就可以先吃一份，然后明天早上的时候再吃另外一份。芒果罐头，好香的感觉。这里是买的，准备拿来放在酸奶里面吃的一个蓝莓干。 这边是一个软桃子，OK了。先生，你多喝点呢。桃子，送送上去就得过个天的，啊，这个。哦。努吉米奇。这个是真的有名的。等一会儿，等他们来了以后，我们一起吃吧，好不好？好呀。 这是我的香铺来了。这是我的香铺吗？嗯，那巴蒂워시는거예요。巴蒂워시도바디워시물없이는거。나도그냥인스타그램에서어떤산모가쓰는거보고는따라샀어물없이샴푸할수있는거是，因为原来유럽배낭여행하는사람들이갖고다니는거진짜내가옛날에쓰던라이샴푸는다약간가루로되어있는거잖아맞아맞아 이거 신기하네. 이거는 이거네. 이거 한번 까먹을래? 나 까만 니 까만 안 그냥 까먹잖아. 내가 까먹을까? 이거 왜 이게 돼? 내 스타일이 어떻게? 머리가 완전 처지는데? 말이야? 마르면 괜찮아지나? 그거 보면 어느 정도 없어지면 젖은 수건으로 닦고 해야 돼. 미쳐. 너 나한테 그래? 이거 하면 끝인 줄 알았어. 나 이 머리 어떻게 이따 다른 수건이나 젖은 수건으로 닦아주고 드라이기로 또 말려야 되는데 근데 그러면 나 지금 이상해 이런 바에 그냥 머리를 감지 그러니까 그냥 감는 거네 我也很想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waterless body wash 이것도 어떻게 뭐 뿌리고 그 다음에 또 젖은 수건으로 하고 또 많은 수건으로 닦고 이거 해야 되는 거야? 아니면 이건 그냥 수건에다 뿌려서 수건으로 그냥 물티슈 만드는 거야? 스모건테 니 말라 그냥 신기해서 왜냐면 물 없이 뭐 몸을 어떻게 닦냐 그거를 되게 궁금해서 산 거야 원래 그 몸 닦는 물티슈 따로 있잖아 이거랑 뭔 차이 아니면 이거 여기다 물에 몸에다가 뿌리고 젖은 수건으로 이렇게 닦아내도 돼? 그러면 나 젖은 수건으로 닦지 근데 젖은 수건으로 몸을 닦으면 충분히 다 깨끗해지는데 다른 사람 생각은 안 해? 어? 어? 못 보게 미치냐? 병원에서 어차피 혼자 잘 건데 이쪽是你的新的能力吗是呀哦这个还有翻车了大翻车翻大车了 일단 이것부터 봐야겠네 小朋友你 냉비 채우는 숟가락에 접시 채우는 숟가락 사실 거의 비슷해 아니야 우리 이제 모두를 다 썼잖아 그치
지금 머더리도 한 1년 썼나? 어. 이거 叫 什么? 도가도. 어, 저거 뚜껑은 다 有好几个 size. 所有的 냉비都是用这么一个 뚜껑吗? 是. 盖子上面是有一层一层的, 就是不用你再单独去换那个盖子, 就一个盖子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哎, 这个好可爱呀. 有三盖 하나야? 그럴걸? 小的. 어, 这还有个小的. 这个就是用这个뚜껑是然后这个也是用这个뚜껑这个最大的哎摩多里呢才一坑判的可多뚜껑有嗯这里这里有啊看一下啊嗯哦一个一个都 느낌 좋네 세요 这个느낌摩多里比较强能够빡 잡히지 하이라이트 아, 이거 好可爱是呀 끊으면서 TV 보면서 그치? 是呀 어, 这套好漂亮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耶哎小朴응你 접시 살 때는 나의 반응은 엄청 와 이거 좋네 진짜 좋네 이렇게 하는데 니는 왜 又买了? 你怎么又买了? 너무 많으니까 그렇지 什么 많으니까야 니 这个 비싸지 얼마야? 제가 별로 안 비싸. 니 일부러 나한테 싸다. 아니야, 진짜야. 그래? 응. Think I might be over my troubles. Since you came, came around. Suddenly I think of tomorrow. Yeah, since you came around. Feel like the old. 我要吃我的腿鸡堡。这边是我经常会吃到的一些猪饭的东西。我早上啊就很爱吃这些，因为它吃完了以后。 不会让你的胃从一早上就是负担就变得特别大，同时就是也能够有很好的饱腹感。然后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我这几天去补仓过的一些我非常喜欢的麦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桂格的五黑，这个五黑啊，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我现在就是边来搞这个猪饭，我来边来跟大家说吧。 这个五黑的话，我上一袋啊已经给它吃完了，这一袋的话就是新开的。我一般猪饭的话，我会先在这个下面堆一层五黑的麦片的底，这个其实拿牛奶泡一泡，一下子就能够软掉。然后第二个也是我非常喜欢，我昨天去超市里面买的这一款巧克力的一个 granola， 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又有草莓块儿。 然后又有巧克力块，然后同时呢，它的甜度也不会特别甜，是那种黑巧克力的一个麦片，因为它这个草莓用牛奶泡了一下以后，就会有那种非常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很好。接着的话，我会放几块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可可味的 granola， 这瓶已经被我吃完了。其实大家在之前的购物分享里面应该有看到过啊，这次我就回购了一袋这种包装，因为。 这个的性价比会比这个瓶子高一点，我就直接可以一个瓶一直往下用下去。
你吃呀。这款麦片啊，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大块以及是整块的坚果，我就不用单独再去放一些烘焙过的坚果，就直接可以放这个，它里面的一个坚果含量其实就很够了。然后另外一款现在也被我吃的差不多的，这个是一款他们的椰子味的麦片，也快被我吃完了，但我今天会单独再加椰子，我就不吃那一款了。下次我们准备在家里面自己挑战做这个，等搬了新家以后。然后接着我会在里面放这一款超级种子碎，它热量其实有一点点高，它里面含了椰子，然后火麻仁籽，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就相对来说它能够起到一些润肠通便的作用。然后像我平常如果不吃猪饭只喝牛奶的时候，我也会稍微的加一点点进去。然后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芝麻核桃粉，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猪饭有一点好的，就是它真的是万物都可堆，你就眼前看到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出来放在一块泡牛奶喝。所以为什么它叫猪饭呢，就是因为它堆得太满了，看起来真的挺像猪饭的。最后我再放一点这个椰子碎，看什么또내걸먹고내것더맛있어보인다고 근데나따라서먹고먹어보니까괜찮지않아응맛있어응最后就是往猪饭里面加牛奶，这样泡上五分钟了以后，其实它就完成了，到时候下面一层就会变得很软。这里两个也是我这一次去回购的一个巴通的果牛奶，大家其实应该也很熟悉了，因为这一款它里面也是坚果含量很多。但是这款果牛奶跟我前面两款吃猪饭的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比较松一点，它不会有那种特别结块的一个麦片在里面，但它同时里面的坚果含量也很高，就是杏仁儿啊，像葵籽儿啦，然后包括碧根果什么，它里面都有。那这一款我更加爱用它来做沙拉，就在那种平平无奇的绿叶菜上面，你怼了一点点这个果牛奶以后，它整体的口感就会变得非常的香脆好吃，我就非常的喜欢。这边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果牛奶，满满的都是麦片，好香，好喜欢。But since you came